人长大后，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悲伤难过的事，还是欢喜快乐的事？在我记忆深处，有一个地方，绿光森林，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呼吸的地方。那里的阳光永远灿烂，温柔，只要一抬眼，就能看见阳光的尽头。记得那是我在绿光小学的最后一天，要不是因为转学，我不会离开这里。离开的那天，校长告诉我，不管到哪里，都要记得绿光是一所拥有自由空气、没有墙壁的学校。也一定要记得，心里永远不能有墙壁。更要记得，只要相信。而我一直如此相信着。是公主，那么爱爬树，每天都脏兮兮的，当灰姑娘还差不多呢。小心灰姑娘会被她的姐妹欺负到死。我又没有姐姐妹妹，才没这么倒霉。这是什么？传声筒啊，笨蛋，拿回房间装好。以后灰姑娘被欺负，就用她叫我，我一定保护你。那我走了。元芳，元芳，拜拜，拜拜。笨蛋啊！元芳又没有在看你。关什么事？不看。等我。小诗雨，你不要一直跟着我好不好？我跟你说啦，你再怎么喜欢元芳，她也不会喜欢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国的，我们两个才是一国的、啊。我不要，你不要也没办法啊。你呀、啊，是注定要跟我在一起的。谁叫你爸爸是苏菲家的司机，我爸爸是园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涉及到我的爸爸。你妈都已经丢下我们跑掉了，你是不是要跟你妈一样看不起我？
司机当你的爸爸，很丢脸吗？是妹妹，以后呢，你们要好的相处，知不知道？以后这房间里的东西你都可以用，知道吗？我苏菲讲话很少有不算话的。苏菲，你要记住哦，罗山才刚刚成为孤儿，所以非常的可怜。你记得在外面千万不可以告诉别人我们领养他的事情，知道吗？明天下雪，我可以用那个吗？一场车祸，罗珊成为我的新姐姐，我们一起转学到石宾塞音乐学院。大家好，我叫苏菲，我叫苏珊。我知道你们都是新来的，而且有一个是领养的，一定是你。哪个才是领养的？看书包就知道啦，一个这么漂亮，一个用购物袋。我觉得大家太过分了，我已经把苏菲当成我的亲妹妹了，不要再为了领养的事情这样说她。新学校高大冰冷的围墙，新同学的取笑让我几乎无法呼吸，这一切都跟在绿光的生活截然不同。元发哥哥，你要干嘛？这是我的书包，我现在送给你。真的吗？真的，但是请你不要欺负苏菲，我也不会告诉别人你是被领养的。我不要。为什么苏菲有的东西我不能有呢？是苏菲她自己说她的东西我都可以用，不然传声筒在内。我警告你，不准你碰传声筒，那是只属于我和苏菲的东西。不准我碰，我就把它解掉。你敢？我真的变成灰姑娘了，被新姐姐欺负了。你要那么笨，罗珊欺负你，你不会说出领养的不是你啊？我才不是笨嘞，是我也觉得她很可怜嘛。而且我也答应妈妈，在外面不能说出罗珊被领养的事。好了好了，你放心，有我在，从明天开始，她绝对不敢再欺负你了。真的吗？那一天晚上，幸运的灰姑娘有了一个骑士在身边，让我开始充满勇气面对在史宾塞的学校生活。直到来试读的威廉出现，一切有了改变。来了，来来，试读了。
来，把月婆通通拿出来。昨天我说了，绝对不能忘记带，我要检查哦。你是新来的，没有月谱对不对？那我得借你。你得借我，那你怎么办？我不想上课。你说什么？That was the very first time I saw her. She warm-heartedly lent her textbook to me, someone she had just met. For that, she was punished. Every sound of the cane felt like it was hurting my heart. From that moment, the look in her eyes made me want to protect her forever.那时候他拉着我，像是给了我一双飞跃时并在高墙的翅膀，他像是乍然出现的幸福绿光，照亮了我的世界。奇迹似的，我们来到了绿光森林。我们好像迷路了。没关系，我有办法。这个是什么啊？这是爱啊，这属于我的标记，一看就知道是我刻的。等一下再经过这里，就知道我们已经走过这条路了。嗯，这样就好像都跟尿尿一样，做记号，找到回家的路。好累啊，我们休息一下吧。好啊。这里是哪里呀？别怕，孩子。好奶奶。请问这里是哪里？我们迷路了。不要怕，只要你相信，就会找到回家的路。现在先安静的等，绿光出现的地方。传说中，看见绿光的人就会得到幸福。可是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我们走吧。长大以后，你会遇见一个你非常深爱的女孩子，除非你可以相信她，不然她会因为你而失去一切，包括她的生命。At that time, I was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what Granny said, but I remember her last words very clearly. 恋人的世界，时间是停止的哦。At that moment, when love was frozen forever in time, I made a promise to her.什么？这是我的家徽。我们家每个人只有两个。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公主了。然后我要永远保护你。我是公主耶。那小王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做威廉啊，你呢？我不告诉你，谁叫你刚刚叫我兜底？刚刚被打痛不痛？很痛啊。那你为什么要帮我？元芳，我跟你说，我好像真的遇到一个王子了。他说我是他永远要保护的公主。他，你有没有在听啊？苏菲，因为我怕你会哭，所以不敢告诉你。明天我要去英国了，我现在在讲话，你听得见吗？
非他们还在睡觉，不要吵他们。走啦。我警告你，不准你碰传声筒，不准碰我就把它解掉。元芳离开了，我连再见两个字都来不及说。这一生来不及说出的再见，让我好遗憾，好难过。威廉少爷，夫人特别交代，我们绝不能错过今天回奥地利的班机，所以必须马上到机场去。我知道，我见到都给我就走。你是在找我妹妹吗？你认识我？下次我妹妹被打的时候，你把她拉出去了。那你知道她在哪里吗？她回家了。威廉少爷，你没时间了。可以帮我把这封信交给他吗？这件事对我很重要，因为我以后要回来找他，所以请问你，你妹妹叫什么名字？谁叫你爸爸是苏菲家的司机？我爸爸是园丁。为什么苏菲有的东西我不能养呢？他叫苏莎。我要回奥地利了，所以我写了信给你。我跟你承诺，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我绝对不会忘记我跟你的约定，威廉。没想到，因为苏珊的一个谎言，从此让我错过了生命中的骑士跟王子。我开始一个人的漫长等待，等待有一天许下永远保护我承诺的骑士跟王子再度与我相遇。我知道心中的那个相信是在这时候开始的。哎，你快一点好不好啊，每次都这么慢。 Alan， 离登机门的距离还有多远？还有8分。离 boarding 还有多少时间？15分21秒。 Then we have to hurry。每次都这么慢，飞机赶不上怎么办？喂，欧文，你要去哪里？你再啰嗦，等一下我就不上飞机了。啊？那我不讲话可以了吧？搞不懂你在急什么？搞不好等一下到了 gate 直接 delay， 那晚上的音乐会都来不及啊！哎，而且那我也没办法。Ladies and gentlemen, KNA Airlines regrets to inform you that flight ZA586 to Taipei will be delayed to the technical problem. We will inform you of our new departure time as soon as possible. 这么衰，你看吧，就跟你说个 delay 了。啊，慢慢走，慢慢走。Boss， 要不要先到贵宾室休息一下？
距离我的音乐会开始还有多少时间？还有5小时又21分钟。马上联络学务长。是。又要等，大家都得等，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大家都要等。穷人跟富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绿光小学跟史宾塞皇家音乐学院也应该是平等的。相信，我还以为是同名同姓。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就可以1000000的确定，你就是苏菲。你还是跟以前都一样，走到哪睡到哪，对这个世界一点防备都没有。I'm stuck at the airport. Probably won't be able to join the press conference before my concert. Make sure everything's set up and ready. I don't want any trouble. Don't worry, Executive Director. 还有，告诉上董事，在我正式就任之前，所有有关结束绿光小学的事都先暂停。可是，那里有我小时候很重要的回忆。我会在就任后好好的处理这件事。Don't ask why, just do as I say. 还有。别告诉媒体我抵达的时间。是，金长。Boss, we can pull him out. All right, let's go. It's the one thing you cannot buy with money.
The plummy sound of the violin is of the highest quality. And so is the resonance. Only a Stradivari can produce this kind of sound. That's why I say music has its value. Okay, Fan, what's up? Go buy some chocolate. Chocolate? Quite cool. Since you think money can buy music, I just use your money to buy chocolate for everybody here. It's okay. Chocolate! You can judge a violin by the price, but music belongs to everyone.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ppreciate the music. Good point! Have a precious gift in the world. Music is the same. 别伤心，你放心，我知道。 So, for chocolate, thank you, and thank you. I'm glad we both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music. Alan.欧文先生，来个巧克力吧。他居然没认出我来，我是靳元芳哎。So， 好，我就来跟你玩个游戏，看你要多久才能认出我来。执行长今天回来，音乐会千万不要出错。喂 ，Hello， yeah, yes yes what really I know thank you 苏菲回来了，派她去分校任职。这个苏菲竟然从奥地利偷跑回来，太没规矩，从小就不听话，不行，这要教训教训。密报案来逮我的，不行，我一定要先回绿光小学找到蓝校长再说。大记者啊，你今天来捧欧文的场啊？哎呦，学务长，你们那个欧文的小提琴啊，多久才会出来啊？哎呦，快了，快了啊！学务长，今天你也来接欧文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我叫别人去接了。感谢感谢啊！执行长 ，Welcome，Welcome。这次我们音乐会邀请的小提琴王子欧文，非常受到瞩目，不是我这个学务长在自夸、哦。你看这个场面多盛大，连记者谁啊出席都非常的踊跃。
该不是接我吧？苏菲，你想太多了。帅啊！哎，你在看什么啊？找人呢。等一下，我们找个时间先闪。闪？闪去哪里？绿光森林，一个苏菲一定会去的地方。森林？那音乐会怎么办？完蛋了！桌子怎么开走了？那我待会怎么办呢？怎么这么巧？学务长他居然认识这个，就先叫他巧克力先生好了。这个巧克力先生还蛮有身份地位的嘛，学务长居然开这么好的车子来接他，猪头啊，我到底在想什么啦？我现在应该在想怎么逃出去吧？怎么样，肚子饿不饿啊？要不要先去吃点东西啊？还是要直接到学校，还是先回家？ Boss 现在需要的是休息。我懂，我懂。命运有点诡异，听不懂我的姓名，明明就在身边，却只能悄悄擦肩。世界一天一天去绿光啊！喂，来校长，我下飞机了。对啊，我正要去找你啊。啊？史宾赛不让绿光的学生参加音乐会，你放心，交给我搞定。但是你先别让小朋友知道，我绝对不会让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好。拜拜。喂，蓝校长。苏菲，你在哪里？啊？我知道你偷跑回来了，你马上给我回音乐学院跟我报道啊！你现在人到底在哪里啊？我在你的回忆里。爸妈，真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哎呀，别客气，要去绿光啊，找我就对了。哎，对了，欧文啊。Simon 跟 Joe 他们已经在山上等我们了。Good， 少了他们，我们的音乐就不完整了。哎，你来找人的？哎呀，找我泡妈就对了。整个绿光啊，山上山下都归我泡妈管。欧文啊，晚上音乐会那个四重奏你练好了没啊？音乐会，你们都去参加音乐会啊？哎，是不是那个史宾赛欢迎执行长的那个音乐会啊？哎，我们绿光小学也要去耶。真的是演艺高啊。不客气。哎，问你练好了没？听到吗？欧文。哎，人呢？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声音，自然不矫情。绿光，我回来了。欧文啊，你疯了你啊！我是谁？抱歉老师。那我是谁？尤美。
你是谁？大炮。你是谁？梅子。你是谁？甲虫。我今天不是校长。有谁想出来我是谁了吗？想出来有奖品吗？我想一想啊，你们是不是很期待有一位新的老师啊？耶！可以，才。音乐会，你们要听的音乐来喽。今天晚上演奏音乐的人已经来看你们了。在哪里？在哪里？蓝校长，我是金元芳。金元芳，蓝校长。真的回来了，当然是真的。校长，苏菲会回来找您吗？当然会回来找我，是我特地请她回绿光的。至于你嘛，相信你是回来找你最喜欢的人吧。等一下苏菲回来的时候，先不要告诉她我是元芳。调皮。不过。苏菲没那么快上来。他去处理小儿子不能听音乐会的事。他们为什么不能去听音乐会？你们可不可以在那里跟我们合照？我们一定会去音乐会的。当然可以啊。小朋友，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去听音乐会？因为我们都是史宾赛的学生啊。音乐厅里的墙壁这么高，你们有听过被关起来的动物会快乐吗？一样的，被关起来的音乐也一定不会好听。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蓝校长教我们的，心里不能有墙壁。如果你们想要听好听的音乐的话，我们随时都可以演奏给你们听啊。靳元芳学长，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啊？是不能听音乐会，不是听不听得到的问题，是他们认不认同绿光小学的问题。有美就不要再说了啦，事情要讲清楚才知道严重性啦。虽然绿光小学是属于史宾赛教育机构，但是他们从来不认为我们在机构里面有任何的存在价值，只因为我们是山里面默默无名的小学校。不要再骗小朋友了啦，史宾赛机构从来就看不起他们，搞不好执行长明天就要上绿光把我们学校给关了，还听什么音乐会啊？他们要把学校关了，我们没有学校念的吗？他怎么可以把我们学校关掉？今天呢是我们执行长正式上任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表现，绝对要给我们执行长一个很好的印象，大家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呢关于这个绿光小学空缺的问题啊，有没有同仁要自愿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机会哦，大家踊跃的争取才对啊！有没有自愿的？都没有。打瞌睡的古老师，你去好了。好，你不用说，你不用说。那新进同仁嘛，你老师你去怎么样？我知道，前一阵子膝盖开刀嘛，要爬山不行嘛，是不是？那很好啊，大家都不要去啊，都不要去嘛。那谁去？是谁那么有能力啊？苏菲。跑来干什么啊？你要当学务长啊？什么当什么学务长？你不是要我来找你报道吗？我是要问你，你从奥地利跑回来干什么？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什么绿光的孩子们不可以参加音乐会？你知不知道音乐是大家的？这关系到巴哈的平均率精神，也是我所坚持的理论。那么关心绿光小学啊？太好了，就是你，由他到绿光小学当老师。谢谢。我之所以从奥地利回来，就是要答应蓝校长去绿光当老师的。不过，在我去之前，你要先答应我，让绿光的孩子们参加今天的音乐会。晚点再说了。不，我们哪没有时间了啦？我就说晚点再说嘛，你根本搞不清楚这个状况。说不清了，我要去找苏珊。你不要为总监是你姐姐，你就好说话。我跟你讲啊，不准绿光的学生去音乐会的，就是他。今天的音乐会了，
不起。我在练琴，您已经打扰到我了。这里是学校，不是家里。不要因为你是我妹妹，就可以不守规定。还有，我叫苏珊。好吧，既然已经打扰到你了，我就干脆把话说完。为什么绿光的孩子们不可以参加音乐会？又是绿光，你把绿光看得比你生命还重要。没错啊，没有墙壁的学校是最珍贵的。够了。你是不是要跟我讲，没有墙壁指的就是心，没有墙壁就没有隔阂，所以要好好爱护。没错啊，这就是我所关心的平均率，也是我所坚持的。不管你怎么说，天下是留给有本事的人，不是拿来让没有用的人浪费的。听音乐会，我想你忘了考虑绿光小学的程度，音乐是留给有程度的学生。对不起，我该去准备。苏珊，其实绿光小学的孩子们，他们真的很努力，而且我觉得程度问题是可以。你以为你不理我就没有办法？可以找执行长了。他不在吗？校长，对不起，我还没有处理好。不过没有关系，我还有最后的机会。等一下，我直接去音乐会现场找执行长，要求他。苏菲，没关系，就算现在争取到可以听音乐会，他们也来不及下山了。一场史宾赛的音乐盛会，把我们四个人重新交集到过去的原点，眼前的路通往的是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William， 别了。他才不是我的威廉。你好，史宾赛教育机构的艺术总监 Susan。你是为了小时候的承诺回来的吗？我一直会相信你，保护你。他说我是他的公主，他会永远保护我。就是我的公主，我要永远保护你，这是我们两个的约定哦。如果你等得太久，请相信我不曾停过，想装上翅膀飞到你身后。爱很浓，心很空，该怎么停在你心中？这深藏已久的寂寞，时间带不走。爱很多，心很痛，究竟要多少次错过？这唯一的承诺，深深埋在心中，我却无法开口。相信放在心中，愿随时为你保留。疼爱在我口袋，别让风把它带走。思念不能放开，它就像潮水难以回首。就算相拥一秒钟，就